这个是经过这个阿扁的选举总部，现在是6:40，等你开票的时阵，今麦已经阿扁已经领先赵少康甲这两大手，今麦阿扁的总部已经满满的支持者。你看，你车拢袂使袂过哩，这是阿扁的竞选总部。今仔日咧，这边的竞选非常的激烈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啊，台湾省长也是较舒爽，高雄市长也较舒爽，但是陈水扁遥遥领先。即马这个时阵是最热闹的时阵，这个所在是信义路甲这个新生南路口。阿扁的竞选总部，现在6:45，等你开票。未过啦，我为啥转来？我为啥咱落车？咱落车咱无法度啦。你讲我要死。现在这个所在，拢车。阿伟边啦，我倒过，我倒过。阿扁的竞选总部已经接足侪伊的支持者伫遐咧，听候。伊个竞选，选举个结果，目前遥遥领先。看来阿扁啊，当选台北市长是无问题啦。就混乱嘞。现在所听的歌是阿扁啊的歌。你那么话，你听，你记得。8:15，票差不多已经决定，陈水扁当选，这是陈水扁的总部，这做了嘞，大家已经决定，这里庆祝。我是8:15，陈水扁竞选总部。今天陈水扁会来伫遮，向大家说多些。这个所在是信义路、二段甲新城北路的这个交叉口。今仔这个是台湾东。
妈咪啊！